真的是也感受到这个陪读班对他们的意义。来，黄静，我们一起三位一起合照，你帮我们站在，好，站在中间。好，那我们一起看镜头，先合影一下好吗？好，那个黄静可以把口罩拿下。好，我们再看镜头，先来一张。谢谢他们的分享，谢谢姑父哦，还有谢谢我们的牧师。好，那接着下来，哦，听说我们今天代言人呢，还特别准备了一个神秘小礼物。哎，先稍等一下，先稍等，有特别准备了一个神秘小礼物要送给我们的阿里朱丽叶，王静姐姐有特别准备了一台消防车要送给你。我们就可以帮助像阿玲这样的一位小朋友，他在陪读班里面受到非常多的帮忙。好，谢谢你们。那我们贵宾大家都先回座。王静，你是？因为其实刚刚我也是，就是跟大家一起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纪录片，之前都是透过文字这样，然后今天很开心可以就是亲眼看到牧师本人也好，阿玲一家也好，然后。其实心情是真的蛮激动的这样，可是也希望大家可以，如果有能力的话，也可以多多帮助在这个社会上面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，然后我们一起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样。谢谢，谢谢老师的分享。袋子吗？要来给我们的代言人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是什么？
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因为他刚刚手上拿了6000万哦，这样的一个资助计划需要大家一起来支持。然后呢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疫情的关系哦，这个有点告急了，所以希望呢，我们的代言人可以帮忙介绍一下，我们有捐款礼，对不对？捐款礼就是这个袋子。对，就是每一个人呢，一天不是一天，一个月，只要就是捐助我们1200，就可以帮助一个小朋友，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就是保冷也保暖的，就是像保冷袋。对，就是特别我们准备的一个捐款礼，希望呢也是作为一点感谢，然后跟回馈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我们可以做一些互动啊。配台有办法听听快吗？好，没关系。会好，希望大家呢，我们通通都把这个保冷袋带回去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其实我相信一个月1200，说真的没有很多哦。你看一杯珍奶够再喝，你一个月少喝，每天少喝一杯珍奶哦，就可能超过1200了，对不对？好。谢谢，好，慧彩那个，相信他今天也非常开心，可以跟王静一起来。对，就像他刚刚说的，其实一个月1200就可以帮助到1位小朋友了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其实一点都不难，真的一点都不难。好，来，你还有哪边要辅助？左边看一下好了，左边，而且他设计的又非常的别致跟特别，对不对？上面有1919的一个象征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换一个手举牌，媒体朋友再补一下画面，刚好也在我们这个温暖的太阳旁边。谢谢王静愿意呢来成为我们这个公益代言，相信对他来讲也是很特别，是第一次的经验。然后呢，希望借由他现在的知名度跟影响力，把这个爱心分享出去，然后呼吁大家一起来做公益咯。好。OK， 好，然后我们还有一张，就是好，我们单拍就可以了。然后单拍再补一个画面，好，就在我们的大背板前。好，这次呢，我们的主题午安晴天嘛，其实真的也知道说，有可能很多小朋友在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的情况，其实他们的家庭或他们实际上的生活是我们很难想象的辛苦，尤其在这个年纪，真的需要很多很多的陪伴。好，可是很多原因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哦，所以我们就希望借由陪读班的帮忙，这些老师这些牧师就可以成为他们在这个年纪很棒的一个陪伴。好，谢谢，再次谢谢王静。